大家好，我是美味小厨小刘，今天给大家分享鸡腿的一种做法，做出来味道鲜美好吃，做法也非常的简单。准备洗干净的鸡腿，这个鸡腿呢提前在水里泡了2个多小时，血水基本上已经没有了。然后在每个鸡腿的来给啊，在这里。爸爸妈妈，哎，哦，没有凳子啊，你搬凳子啊，真棒，让爸爸给你拆开哦。